来吧，兄弟姐妹们，今天应广大老铁的需求，让我解剖一个大墨鱼。我寻遍了整个海边，终于被我找到了。他还说取出他的软骨，他就会带领全村的人给我留下双击啊。老铁，这软骨也取出来了，这能不能给我留下双击啊？来海边抓海鲜啊，一定要去对，选对海域，去对地方啊。天气越来越冷了，看我直播的都知道，现在货是越来越少了。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么多的猫眼螺，哎呦我了个去嘞，看到没有？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啊！用你们的发财小手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这头一会儿在海边有种荒漠的感觉，这也不知道是哪位帅哥和美女把吃剩下的帝王蟹的大蟹腿给丢在这沙滩上了，感觉已经好长时间了。加上这几天联系不上热门啊，突然泪如雨下。帅哥们、美女们呢，支持一下呗，就点亮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呗。喜欢大海的可以加关注，看我赶海直播。老铁们，今天在赶海的时候发现一条樱桃小嘴的花斑鱼，将它放归于大海。看它游来游去，那漂亮的舞姿，能否换来老铁的一个双击和关注？看我晚上10:30左右赶海直播。来吧，兄弟姐妹们，大海里边有很多的贝类，还有小螃蟹啊，它都会卧沙，你用眼睛是看不着它的，必须善于发掘才能找到它们啊。有的朋友一进来就给双击了，有的老铁没看完作品就离开了。其实给别人双击作品可以提高自己账号的活跃度哦。啊，关注我，看我马上直播赶海喽。